大家好，我叫马特，是美国 CIA 国防部顾问。美国 FBI 特种部队突袭一个据点，线报是为了解救被人贩加毒贩绑架的人质，结果被发现石膏板墙内每条龙骨间都藏具一具尸体，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屠宰之物。原本作为人质解救小组的菜鸟凯特小姐第一次见到这种大场面，非常镇定，被几个国防部的人看中。国防部的人说，凯特参加一项新任务，并分配两个新搭档给她。凯特小姐的新搭档就是我和亚历桑德罗。亚历桑德罗是我的合作伙伴，他曾经是卧底在毒枭身边的前任特工。我找到了他，希望经验丰富的他能够成为行动小组的战略顾问。他答应了我。新任务很简单，我们就是跨境从墨西哥押送一个贩毒的小头目回美国。执行任务期间，凯特发现自己被我们坑了。凯特就带着自己原来的伙伴黑人来质问我们，我把真相告诉了他。我们去执行抓捕任务，我告诉凯特不用参与行动。凯特追问我原因，我告诉他没有他的随行，我们就不能合法行动。凯特暗中跟随我们行动，他发现亚历桑德罗在为毒枭做事，我再次告诉他事情的真相。凯特无法接受我们的做法，躺在家中变得很颓废。他开始抽烟喝酒泡酒吧，在酒吧里他认识一个男人，他喜欢上了这个男的，二人发生一夜情。其实这个男的是被毒枭集团收买的警察，毒贩集团派这个男的特地来勾引凯特。凯特在房间里看到这个男人的橡皮圈，和洗黑钱的人捆绑钞票时用的是一样的。那个男的发现自己败露，用手掐住凯特的脖子，凯特无法呼吸，差点被掐死。幸好亚历桑德罗暗中保护凯特，及时救出了凯特。亚历桑德罗拿着枪指着被毒贩收买的男人，将他捉拿归案。整件事情其实都是由亚历桑德罗策划的，我和凯特都只是他复仇的棋子而已。亚历桑德罗的妻子是被毒贩杀的，他为了给妻子报仇，化身杀手，成功找到了毒枭大佬的藏身之处。亚历桑德罗就这样当着毒枭大佬的面开枪杀了他的儿子和妻子。最后亚历桑德罗私自潜入凯特家，逼着凯特在给政府的报告上写下一切合乎条例。伤痛只是一时的，请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，一昧的复仇只会让伤痛继续延续，有的时候宽恕也是一种解脱。如果你喜欢我的故事，请订阅关注我吧，我们下期再会。